为什么我的脑袋空空，肚子也有一点饿？是不是太久没有看到无聊下流的节目？坐在沙发上打着赤膊，感觉心跳变好慢。可能是忘记想你，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没有你好难过，虽然我有吃一颗榴莲，可是没有油，我还是爱你，我还是爱你。街上走路不专心，才掉口大便。大便的主人看到趁机追过来咬一口。大大的世界在台湾，剩我这一个人逛街。悲惨的故事，最佳男主角我一定给。